可以帮我拿一个口红架吗？好。小女生陈情令口红来喽，我买到了 Champion 的衣服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喜欢加喜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。Champion 在踢人啊，如果你们想买 Champion 衣服的女生没有买到的话，我们再踢人给大家啊。帮我拿个那包纸巾给我。陈情令口红来了。上链接啊。你的陈情令什么？陈情令口红。有没有爱陈情令这部剧的？有没有？忘了看预告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。佳琪直播间领二，这是现货。李佳琪直播间领20元的优惠券，然后再送一颗美妆蛋，59一支。这是帮你们拿到的最低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跟他们的老板比较熟，所以帮你们拿到的真的超级活动力度给大家。来，想看什么颜色？刷起来！奥伦纳素，他们全店已经空了。买它买它，真的很好看的国风口红，而且质量真的很不错。想看什么颜色呀？刷一下好不好？想看什么颜色？对，王一博、肖战、陈情令口红啊，大家刷一下，想看什么颜色啊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真的吗？一上来瞬间就没了好几百，我还没有开始试色，大哥。每一秒钟少一百只，你们也太疯狂了吧！好，来第一只给你们秒一下，013，好不好？第一只13号色，非常漂亮的人间蜜桃色，来13号色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口红怎么拍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单支领20元优惠，到手59，买一支送一个化妆蛋啊，59化妆蛋在这边。买一个会送一个他们家的定制化妆蛋，领20元的优惠券。它的外包装是 3D 浮雕的，小舅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包装，它是有一点应该是金属管身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精美这种，哎，这精美这种花，每个颜色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，啊，每个口红的花纹都是不一样的。是有一点摸起来是立体的，真的是立体浮雕的。来，所有女生看一下这支颜色，013号色，人间蜜桃，这是一支很漂亮，它的质地是哑光的，真的，它的质地是那种偏哑光型的质地，但是这个哑光是完全不会拔干，特别特别的薄。13号色瞬间没货了，啊，13号色瞬间没有了耶。所有女生，这个每一支真的没有很多的哦，看一下。人间蜜桃色13号色，就好薄好薄的哑光哦，很舒服，而且颜色很漂亮。就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穿浅色衣服的女生，或者是不喜欢化大浓妆的女生，这几颜色买它好不好？来，青青再帮我加3000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再加3000支给大家啊，领券哦，往下滑详情页面也有优惠券领取啊。往下滑详情页面也会有优惠券领取。完蛋了，111号色也没有了。来，我们全券一下，这个是上了热搜的口红，他们上热搜直接全店空掉。13号色加好了。你知道它的质地跟什么很像吗？嗯， MAC 尤物系列的子弹头很像啊，就是那个新款。对的，它跟 MAC 尤物系列的子弹头加好了。你确定加好了又下架了？13号色没有了。啊？没货了？嗯。一根都没有了？对。骗子。不可能。13号色没货了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。这是13号色全纯，是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下一个111号色。111。是的，喜欢佳琪，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，谢谢大家。111也是下架的。111也下架了，我知道，我还没有试就下架了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了。想看紫色，好嘞，没问题，我们来啊，一个个来，下一个111号色，头顶上方的红色按钮，13号可以加是吧？来，再加5000支13号色，我们再加5000支13号色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再加5000支啊，要领券啊，嗯，化妆蛋不用备注，拍下就会送的。知道。往下拉，详细页面有券，随便点哪个图片都可以啊，直接拍。
不用备注，直接来。我们下一个颜色，不用备注，直接拍就可以了。111号色，13号色，马上再加5000支啊！马上再加5000支，13号加好了，所有女生5000支加好了，还有2000支。哇哦，真的好快，因为这个口红真的是质感不错，而且它就是陈情令的同款啊。来，我们下一个111号色，这支颜色好好看，你看它的外包装，整个你看那个图案做的，看一下这个图案，这就是那种金色的线条，它有偏光，对的，它有偏光的感觉，就是层次感很强很强很强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支颜色，给我买它，还是蛮精美的。这支颜色真的给我买它，真的很美，111号色，我好爱111号色。那你倒是上货啊，来。给我买它，给我买它，说八遍又不上货。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绛红。气垫没有，口红领券再拍，先领券。泡脚桶一号卫衣没有货了，一套有优惠没有？哎，一套也要一只一只买。一只一只买啊！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，就也是一只一只买。你就可以拿五个，拿五个是化妆蛋了。嗯，买几只送几个蛋，对的。买几只送几个蛋，化妆蛋的钱都省了。还没有上货啊？不是没货，还没上。16号又上了，是吧？16号又下了。看一下111号色，好美哦！这支颜色，我说这颜色是心动的那种感觉。这支浆果色真的饱和度很高很高很高，而且特别特别的好看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沁沁色。哎，这支浆果色真的做的很好看，而且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颜色。它跟别的浆果是，它没有那么那么的紫。它比较的偏深红的感觉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支颜色给我买它，这支颜色不会容易出错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支浆果色真的不容易出错。那你到111号色买它，叫做烈日灿阳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轻轻5000支，我们马上再加5000支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冠军买到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！冠军现在都是预售啊，如果你们现在要买冠军的女生，现在是预售啊，预售7天左右。嗯，买它真的111号色好好看。上了吗？上了吗？对的，烈日灿日。上了，4900，加好喽。4700，加好了，颜色3800，3300，2900，2600，2300，这支颜色可以买它，秋冬天的时候特别显白。2200, 你看我，它对黄皮肤特别好，600, 因为秋冬天特别的显白，很显很显白。我跟你说，它真的有一点点像什么？像 Russian Red。就是俄罗斯红 MAC， 它有点像 MAC 的俄罗斯红哦，好看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款真的很漂亮哎。全品可以买，然后我全权一下，再涂红一点给你们看啊。卫衣可以自己领券啊，一周发货，卫衣现在剩的库存就是所有的库存了，大家自己领290券，链接口红链接在。哇哦，你看，哎，涂了这一支全唇之后，感觉像法国女人哎。口红链接在7号，这一支全唇涂完了之后，好像那种法国女人，就是在香榭丽大街，就是喝着下午茶，聊着天，背着名牌包包的法国女生，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复古感。这支颜色，111号色，要备注吗？不需要备注啊。买的女生我们都会送化妆蛋，不需要备注，因为这个只有佳琪直播间今天会播啊。来，我们再加3000支，好不好，庆庆？我们111号色再加3000支哦。111号色再加3000支，来，我们下一个。很多人说我第一次买这么就是性价比高的口红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买回去绝对不会说它 low 的。哎，我觉得八好看的八八应该也很好看。888吗？嗯，我们来看一下888，应该是现在最流行的番茄色还是什么色吧？来，下一支888号色，给我老婆买，大家领券。往下滑，详细面领券，小助理来教一下好不好？天哪！哎，那个老公你在吗？刚刚说要给老婆买那个，你知道你老婆昨天晚上怎么说的吗？我要给让你老婆给你买套护肤品，她说你不配。然后她老公今天来了。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给我老婆买，她拿来领券。现在的世道，我的妈呀，
啊，有点想哭。来，这一支它的包装也很漂亮，是一个很素雅的绿色，或者是那种灰色，就是那种黄黄绿绿灰灰的那种颜色。这个包装真的好漂亮，我好喜欢这种很素雅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来所有女士我们看一下这支颜色，888号色。哇哦，这支颜色。谁在叫？不能吵。这一支颜色怎么了？有一点点小危险。怎么危险？可方法说一下，一二三。这很好看啊，有点太黄了是吗？对、yeah. 有点太黄了，要画一点腮红，不然脸会很绿。但是画一个橘色的腮红，你就会很韩国。这一支颜色我真心的只能推荐给白皮肤的人嘞，黄皮肤的人不能用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脸上两道橘色的腮红在这边，然后再画一个这种橘色的。我没有去夏威夷，就是不能画这样的妆。可以的，现在很流行的。这一支颜色我不太能够推荐给大家，它是有点偏胡萝卜，或者是那种土橘色。这支颜色，大家可以稍稍的考虑考虑。好不好？这件色 no， 这件色不行，我不能推荐给大家。还有一，它好看，但是是那种真的很挑人的颜色，特别特别的挑人啊！一不小心你的脸就变黑了。来，我们下一个颜色，下一个什么？下一个是那个，哪个？002墨染风铃。好，来我们002墨染风铃。你试了三支，还有0016没试吧？没有事，来002墨染风铃给你们看一下，好直接哦。对啊，佳琪是很直接，这支颜色好看多了。002号色墨染风铃看一下，它真的很像 MAC 那个新系列啊，就柔雾子弹头啊，是不是很薄很薄的哑光？真的很像那个系列，柔雾子弹头的那种感觉。库存都没有了，下架了。详情页面先领券，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上货啊！大家先种草颜色，全部下架了。往下拉详情页先领到券，新进来的粉丝先领券，领了券再排59买一个送一个化妆蛋，买一支口红送一个化妆蛋。都没了。这支颜色很好看。这支颜色我跟你说超好看，这支颜色是我见过少量，就是少粉红色，不是粉红，它是橘粉色，橘粉。我觉得这支颜色真的很漂亮，抢不到，等下给大家加货啊！哎，下架了全部都。我的妈呀！来帮我加一下这支颜色好不好？002，然后那个111跟013每个加2000支，002加5000支，002号色很漂亮。它是一支橘粉色，很衬肤色，同时显年轻。这支颜色真的很显年轻，就是这种颜色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女明星最喜欢用的颜色，女明星在上节目的时候真的最喜欢用的颜色就是这一支。送一个化妆。它是真的那种特别显气质，然后呢又显年轻，不会显老的一种颜色。来，马上加货给大家，头顶上方的红色按钮还没有关注的话，多多点击关注，马上给大家加货，好不好？加好了吗？哎，你买一套上楼，上楼，所有女生加货了，赶快抢！111013都加了啊，然后这支是016，不，这支是那个002，这支是002，我帮你们加了5000支，买一套也才300块，真的便宜，好不好？真的划算，就性价比超高的一支口红，一支大牌的钱。亲戚，帮我再加2000支，111跟013，还1700支，这一支002号色还1000支，002号色还有1000支。好看的，肯德基10点钟秒杀啊！都加好了。这支真的漂亮，真的好看。看一下，是那种很温柔、很温柔的橘粉色，而这种橘粉色比较适合亚洲人，因为有一点点偏橘，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，好不好？然后它那种就是那种豆沙粉的话，它又不会说是那种容易有荧光的，让你皮肤变黑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大家绝对不是。这支颜色是002号色。
来，我们下面最后一支016号色，我也很喜欢这支紫色的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016号色，看一下。亲亲111再加货。它是有一点点这个。来111，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啊！111号色，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。上面的图案都是立体的。111加好了。016，给大家试一下。来111，我马上加货给大家。加好了，已经。加好了是吧？刚刚用的颜色是002，来，我们接下来下一支，最后一支016号色。最后一支016号色，下面就要玉泽面膜了。所有女生不要走开，下面就要玉泽面膜了啊！他们说这个叫云梦色吗？016。云梦是013。云梦是013。016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其实我没有看过这个电视，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去看一下。宋康看过。云梦是那个王一博。所以这个电视是演什么的？云梦是王一博，然后那个蓝忘机是肖战。蓝忘机就是云梦是吧？哦。肖战是。居然看的。肖战是。日落。不是日落蓝。姑苏蓝是吧？姑苏蓝是一个人吗？我真的等我退休了之后我就开始。孟姜是016是肖战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天哪！在剧里面的名字。没有看。青雨睡莲吗？013是王一博，016是肖战。013是王一博，016是肖战。所以肖战女孩应该涂这种颜色，对吧？《陈情令》是人物的名字对吧？他不是一个明星是吧？陈情令是一部电视剧。你怎么比我还老土啊？现在《陈情令》不是一个人，《陈情令》是个电视剧，古装电视剧，他是令，他不是个人。我以为他姓陈，叫情令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而你每天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闲时间，你不可以看电视剧吗？这么火的电视剧你不看？我真的以为他姓陈，叫情令。我说陈情令是谁？像两个男人谈恋爱的故事，肖战和 CP 的。好，今天去看。你知道康康跟宋康两个人那个时候天天追这部剧，他们只要闲下来就拿着手机很过来就看这部剧，通宵。通宵的看。是那大致是说什么情节？修仙？就是对，就是那种古装的那种，然后就是不能说主顾，就是仙侠剧吧。但是他们两个演技就是这部剧演得很好很好很好。这支颜色肖战女孩买它，这支是016号色，肖战女生买的。哦，这个颜色好显白哦。他们说陈情令是一个笛子。哦，陈情令是个笛子。 OK， 好，来看一下这支颜色。这支颜色是一个016，它是有一点点偏什么，我跟你们说。你们有没有人就是知道那个就是小樱桃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小樱桃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吃到那种樱桃，它就是樱桃红。对，它不是车厘子，就车厘子跟樱桃是不一样的颜色。车厘子是黑黑青麻乌的，樱桃是粉粉嫩嫩的，而且就是很透很透那种小樱桃的颜色。这支颜色不荧光，你们放心，这支颜色特别特别显白，而且显气色哈。这支颜色真的不荧光，美们016买它好不好？016赶紧去抢它，相信我，好看，而且是在人群当中一秒钟脱颖而出的那种颜色。来，我们群群一下啊，那个再帮我加下0165000支。016，青雨睡莲，我们再加5000支016好不好？我们再加5000支016。所以喜欢李佳琦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。这边每支口红对应的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两支口红对应的是他们两个主角，然后另外3支是对应的是配角。你为什么今天这么？不是吗？我，不是吧？不是吗？我没有看过，我没有发言权。你也不知道对不对？16加好了。对应的是5个地方，五个主角住的地方。来，全唇看一下全唇，这是它的全唇颜色啊！喜欢佳琪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来，所有女生016加好了5000支，还有1000支。对应的是还有我看一下，还有最后1000支哦，016号色还有1000支900支啊，
我觉得值得买的颜色，我来给大家来种草几个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值得买的颜色，他们说这是五大家族。哎，我感觉现在直播间现在给我们两个直播澄清令，是不是？就是在给我们两个做科普知识。对。啊？他们说我们住在两 G 网上，他们现在都用五 G， 我们还是两 G， 我们跟周深南一样在两 G 上。没有时间看这个。怪不得经常卡是吧？我们是试完了吗？试完了吗？来，我们来用手看一下好不好？再给大家画给大家看一下，手上值得买的颜色啊，值得买的几支颜色。手臂试一下颜色。是的。头顶上方红色按钮，还没有关注的妹妹可以多多点击关注一下。好的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我最推荐的颜色，第一支。我会是他耶，怎么办？是谁？013。哎，排名不分先后啊，美们，就是013跟016对应了两个角色，你们不要那个哦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们了啊，我有点害怕的哦。我最推荐的是013号色。那你就左边右边画一下。就是宝石上升，对不对？就不要。野狼 disco 要来了。就不要上下就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第一支，我很喜欢013。第二支我觉得一定要买的颜色啊，是这一支111号色。厨房要小声一点。第二支我喜欢的颜色111号色，看一下这支颜色。我跟你说，今年秋冬天你们用它绝对是爆炸，好不好？今年秋冬天用它，你刚刚买的那种 champion 的衣服你涂它，我跟你说就是时尚 girl， 就真的是时尚 girl。大家晕染一下，它的质地真的是粉末质地。是的，它的质地就是像 MAC 的那个口红一样粉末质地，好不好？真的是粉末粉末的质地。这支颜色是01，这是111，我帮你们写一下，怕你们等下搞不清楚，好不好？后面看直播女生，大家赶紧抢啊，赶紧抢！来，我推荐的第一支颜色013，第二支颜色111，第三支颜色我会推荐。我还是要纠结一下这两只，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这只吧，002，这只更好看一点。这只很漂亮，这只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316，有一点点，316比它再更橘一点点。这只颜色是002号色，有点像吃里那种，新款的吃里的那种。对的，316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只是016号色。这支颜色它会对于你是有妆容要求的，就是你一定是会化妆的女生，但是你把这支颜色涂出来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整条街最亮的 girl 就是你。啊，最亮的 girl， 整条街最亮的 guy 是什么意思啊？ guy 就是窄的意思。我让你解释。来，所有女生，第一个我推荐的颜色013号色，第二个颜色我推荐的是111号色，第三个我推荐的是002，第四个我推荐的是016，好不好？013还有吗？来，每个颜色再加最后的5000支，三支颜色我们最后只有5000支，没货了就没办法了啊！所有女生不好意思，没货就没有办法。王一博的颜色是013，然后肖战的颜色是01，我不能说他们真实的名字。那个宋康，蓝忘机的颜色是016。忘机。蓝忘机是王一博，魏无羡是肖战，蓝忘机的颜色是013，魏无羡的颜色是016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！头顶上方的红色按钮，请多多关注我们的新国货口红陈情令龙子佳口红啊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头顶上方的红色按钮，请多多关注，一定要记得领取20元的优惠券，我们再上每个颜色5000支给大家。来，还没有看到颜色的女生，小助理手上再看一次。还没有看清楚颜色的女生，小助手上再看一次啊！包装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很漂亮。如果是喜欢《陈情令》这部电视剧的话，都可以收集一下。加好了，所有女生加好货喽！看一下它的包装啊。是的，看一下包装，看一下包装，很漂亮。013还有3000，2013，013跟111，还有016跟002是佳琪比较推荐的颜色。013号色还有1000支哦，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。